首先我们看一下点段。谢谢各位明老师，这就是我们的整个作品，请您提出宝贵。向前移动，向后移动，然后来一遍流程。就是、另外再提一个，就是说，你第一次介绍这个三脚架的时候，这个还是掰一下比较好，因为你合着的时候，你合着的时候，你说三脚架没有、没人知道你这个三脚架是什么样子，就是看到一种感觉，你就稍微掰开一下。你不是这样演示的吗？我就稍微掰开一下。下面还有个东西。后面还有个东西的。